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亮点。环保部将对京津冀及周边18个城市进行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北京对全市及外部的国一国二车实行限时。京津冀上线一小时门槛仅由3天。本周新鲜事带您去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新鲜事。记者李岩带大家去看看北京市全国社区居民从事多彩的社区文旅活动。每周一节，继续新家博物馆之旅，说说海淀区北京人在天。